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ampion。OK， 新年呢也过得差不多了，是呗 ？OK， 今天我就废话不多说了，直接来给各位介绍一个非常棒的英国百年的乳胶大品牌，这个乳胶啊，胶啊。是真的一个乳胶品牌啦，那它是 Dunlop Pillow，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，它其实是非常有名的，对不对？这次的团购时间呢，是从我们的1月30号到2月5号，所以大家记得跟上这一波的团购。当然要跟上团购之前呢，要了解一下这个货品，对不对？来，我直接来讲给大家听哦。这个到底有什么好呢？为什么我要这么真心推荐给各位呢？因为我已经试用过了，我觉得现在厂商怎么样？佛系，因为太佛系了，它让我试用一阵子之后呢，才让我决定要不要来跟各位分享。那我决定就是要，我现在就大推特推了。购买的时候你会拿到一个这么大的箱子啊，好大的箱子啊，没关系，来箱子就放回去，因为重点它箱子精致以外更不用讲了，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内容物哈。来，内容物有两个，哪两个呢？一个是一般的加大型的乳胶枕头，另一个是人体工学型的，也是加大的乳胶枕头哦。重点是什么？这两个都是极致柔软的防螨的乳胶枕头哦。自己是一个头皮很容易发炎的，就是你知道自己的本身清洁要好好的注重以外，枕头也是要做一个很好的挑选跟筛选。而且呢，除了它很柔软以外，我跟各位说一下，它的乳胶呢还加大了30%的乳胶哦。你看一下，它是非常有弹性，而且很轻，你看，很轻。洞洞洞洞都很清楚很明显，来看一下，洞洞很明显很清楚都在里面，而且它很好躺。我现在手上拿的呢就是人体工学型的加大的，它很好躺，我最近躺这个都很舒服。来，重点是什么？来跟各位讲一下，是一般的加大枕头。什么叫加大？它把它加大加宽，所以有时候睡觉的人呢都会这样睡，那有时候枕头会比较小，它就怎么样，容易掉下来就落枕，就很不舒服。而且这个比较适合平躺型的，平躺型就是这样子，很一般睡觉的，这个真的很舒服。我跟你说，小孩子也会很喜欢，因为弹力也是够的，可能就是很舒服，而且它不仅容易回弹以外呢，散热、分散压力都是很够的哦。这个人体工学加大型的呢，是我个人真的是超爱的，因为我睡觉呢喜欢用各式各样的姿势，就是例如说我会侧睡，它的高度是够的，所以你不会觉得说哦，你的脖子这里悬空卡卡的不舒服。而且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我很容易会有什么毛囊炎，然后再来，你如果说不好的枕头的话，会不会影响睡眠品质？会，一定会。所以呢，你要选到一个好的枕头，而且我跟你说，枕头其实不用买太贵，像这样2000多的价格呢，就有一个高品质的乳胶枕头，好不好？你们喜欢就赶紧把它带回家。而且呢，我跟你们说，怎么睡都舒服，因为我就是喜欢各式各样的睡姿，你知道，各式各样的睡姿，所以这个真的很好躺。你无论平躺、侧躺，或是什么西飞回宫之类的，跟你讲都真的很棒。像刚刚一般的加大型跟这个人体工学型的，它是一个完美服贴各种头型头部的，它除了可以平均分散压力，也可以分散闷热，其实它的洞洞其实很明显就在里面，所以像这样的乳胶枕是真的很舒服很棒的。所以跟各位讲，为什么圈片就是喜欢，哇，就是爱啦，今天就逗耶。而且我现在睡觉，其实我睡眠一直不好，这个确实有增加了我的睡眠品质以外呢，还有降低对于我的头啊，长期闷住会一个毛囊炎哦，久了就变鬼剃头，不好看也不舒服。所以我觉得你要选对一个好的枕头，真的是这个啦，这个 Dunlop Pillow 哦，推荐给各位，这真的很不错。像这样的顶级乳胶，不是这个乳胶，是这个乳胶的团购时间呢，是从1月30到2月5号哦，所以跟各位讲，我们要把握时间，预购是真的蛮划算的。再来呢，你买两颗会折100，买4颗折200，而且买两颗还会送一个防螨香氛喷雾哦。啊，需要枕头的宝贝啊，我会把网址链接放在内文哦，如果需要的赶紧去把它带回家，赶紧去抢，因为我们这个团购时间是有限的哦，而且是限量的，好不好？哎，过年后了哈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把这个带回家，让你自己躺得舒服。送给你朋友也可以，但是我觉得就是给自己过得好，你要有好的生活，首先睡眠品质就是要顾好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个我们英国百年的顶级的乳胶品牌哦，乳胶枕头让你带回家，好不好？就在我的内文连结，大家等什么？赶紧去带走它！想跟我乳胶吗？就赶快点击一下链接吧。
好了，我是全面。如果你们喜欢呢，真的试试看，好不好？不会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也买不了吃亏。OK， 大家再见。